就要四个点了。如果你要想要用三个点的时候，你就要用 low down， 然后等你这个已经是很弹得很稳了以后，你再改成那个，因为你这个左手这种型的，你们是没办法，不是很稳就对了，常常三拍两拍都搞不清，拍就不稳了，就不清楚了，就听起来不清楚。所以你要练这个，你要练这个，就左手要用四个点，懂吗？要比如四个点。听起来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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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这个，它有点像那个swing 里面的 double， 就是你会滴哒哒哒哒哒哒，它也不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是这样，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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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有没有反的一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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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看到没有？Thank you.
在谈的时候啊，是因为我刚刚刻意的再把叫回来的呗，就是你们这样练，所以你们想先那个先一样一样练啊，像尤其是这种咚咚咚咚咚，这个很容易弹错，常两拍三拍都常常弹不清楚的。但基本上要回到这个 stride 来。弹的弹得很稳以后，才把它蹦，把一二，就弹得稳了以后，把它一二，对不对？咚咚咚咚咚，才这个把它平均分摊出去，这样。所以一定要先把摔的弹得很稳，稳以后，然后再重新再过来，这样。好吧，已经算是不错了哈，很好。然后在那个，只是这就是你这个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听不太清楚，到底是你是要听起来如果正确的话，它是像只要这一类的话，就全部都是最好产生四个音的那个系统。所以四个音的系统跟两个音的系统要分得很清楚。